之前看到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不找朋友一起拍影片，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台北，那我台中大学的同学呢，男生都去当兵了，女生都有工作，所以各位，这个不是边缘人，什么才是边缘人啊？是不是？是不是？啊！嗨，大家好，我是 J 克斯 DSU。前面呢放了一段就是倒转的画面，今天的影片的主题就是跟倒转有关。影片在倒转的时候呢，一般讲的话就是对话内容都突然会变成没错吧？之类的，就是会没有办法变成完整的一个句子。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因为倒转它跟把字倒着念不一样。倒转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字倒着念，它是把音节整个全部都倒着念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我要设法拍出倒转一段影片，但是可以讲出完整的句子。我都觉得是创举啊，死巴拉气，太屌了！主要想要倒转的就这一句话，就是最开始的“嗨，大家好，我是 Jack Stacy。”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用这个本子呢，把我的开头的自我介绍写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这就是我每一次的自我介绍开头，也不知道每一次啊，就是最近几次的啊，就是嗨，大家好，我是 J 克斯 DSU。那我要这一次要想办法把这句话的音节倒着念，在倒转的时候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这一次就只有剪影片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说效果怎么样了。我会大概拍四五个镜头，想办法找一个最适当的一段。下面加了一行呢，就是注音跟英文的音节。对，那这样顺着念过来，那我现在想办法用音节倒着念回去。所以又呢，就会要念又，所以是偶已，偶已应该就会变又。照逻辑来判断的话，所以我现在要来把我要倒着念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倒着念写在这边。再等我一下。我为什么是解释我好呀啊哎下话再话我日是和日是我为什么It's ok, yes, oh, oh, yet, at, eh, oh, it's ok, it's oh, oh, yet, at, eh, oh, it's ok, it's oh, oh, yet, at, eh, oh, it's ok, it's oh, oh, yet, at, eh.话我日死可日死死我哈哈嘿话我日死可日死日死死我下哈嘿话我日死可日死日死我哈哈嘿话我日死可日死死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数到三，大家跟我一起，一二三，Yo！拜拜。